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ss Makeup 的化妆师 Selina。首先很荣幸可以得到 Wedding Magazine 颁呢个奖项俾我，都好多谢咁多年嚟一路支持我嘅每一位客人、同学生，同埋我嘅同事陪我一起奋斗，完成咗无数个婚礼。咁我今年入行九年啦，虽然喺呢一行咧经历过低潮，但系我都好坚持住呢份职业，因为做新娘化妆师令我可以参与到唔同人嘅婚礼。听到大家的故事，我都很开心可以见证到大家幸福的时刻。我认为新娘化妆不是要将一个人改头换面，而是突出个人优点、修饰缺点，将客人最靓的一面自然地呈现出来。即使若干年后看回啲相，依然来看。结婚是一生人一次的事，所以很多客人在结婚当日都会比较紧张。我除了为新娘处理造型之外，都会同新娘好似朋友咁相处，倾下偈，令佢心情放松啲，愉快咁度过大日子。